这点海螺须也做少了，我再不吃就没了。这是葱油的啊。就这个海螺须，我觉得做葱油的话是最香的，就特别简单。你用开水给它烫好了之后，配菜往上面一放，然后淋上热油就可以了。家里边有那个蒸鱼豉油，就给它倒点进去就完事了，特别简单，几分钟就妥活了。有的姐妹收到货的时候用那个水焯一下也可以啊，就焯完了之后你别给它焯得太老，就吃起来。口感它是挺软乎的那种就行，有的超大了它就咬不动。去皮甜辣虾，吃了两个了，没录上呢。都是
是开杯去下线的。桂花调头膏，这个就是怒唧唧系列，它里边夹的这个是红豆沙，每一个它是55克的，是6.9米，给咱们发的是6根。就是2分左右的甜度，不是那种齁甜，就吃起来特别粘牙那种口感，外面有一层小桂花，我挺爱吃的。每一个就是这种的独立包装，然后这几个让我拆开了，我说准备和我妈一起吃的。丈母娘降下。